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人什么都没有用，什么都没有用，用法管不了他，宣誓没有用啊。当初我们很多人要跳槽，甚至一般一般的跑，那个时候老板就把基层干部带到关帝庙里面去宣誓，说要走一个人走可以，不能全班带走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因为他晚上偷偷跟关帝爷解约啊，老板在这里讲的话不算数，没有用。西方人一本圣经他一按上去他讲的话就算数，中国人十本圣经讲完他跟上帝照样解约，没有用。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人家关心你，记住这句话。什么叫关心？就是把他的心关起来，不让他跑掉。管得了身体是管不了心的，西方那套完全是管身体的，没有用。中国人不管这一都是管心，心一抓住了他跑不掉。所以怎么样把心跟心连起来，这是非常艺术的东西。因此我们的领导其实是艺术，而且是高度的艺术。